香菜辣青椒，哎，高葱嫩芹菜来扁豆，茄子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茄，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，嫩了眼的香吃的蒜儿嘞，好韭菜，买药汤哎，谁还买我的药汤哎？橘菜有香蕉，山药人丹。买的买，烧的烧，买药汤的又来了，吃了我的味儿啊，用了我的味儿，橘子薄荷冒凉气儿，吐酸水啊，打了饱嗝，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，小子儿不卖，大子儿一块。今热的天儿饱儿热的来，发了面的饱儿又热来，吃饱吃饱，这饱儿刚蒸得呀。你南瓜大的裂，五色的裂，色裂还要换的裂。我现在嘞，姜菜大，头头和辣椒，头。好大胆子！本店特处理一批高中低档文化用品、学习用品、日用品、光盘，全部2元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挑啥哪啥都2元，2元两元。黑鞋油、白鞋油、棕色鞋油，什么都有，大家都来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哎。这夜间那个皮袄啊，我就把它卖了吧。海洋的那个好筒子，西里口的货呀。一照准这个毛头啊，打了卖的穗儿啊。买来我就买，我就把它卖了吧。不错，卖了我也去呀。你要干嘛去？他还没给钱呢。去你的吧。喝栗子狼酿子。哎，这等会儿吧。怎么了您呢？你卖这旧衣服破里的烂面子，您 没法穿呢。您没听明白啊？我吆喝这山西的故意。哦，黑里子蓝面子。哦，黑里子蓝面子。注意听词儿 啊。好嘞。喝栗子狼酿子，这是个男人的假袍子，假袍子凉片子，夏天穿实在怪热的，走到了街上不好瞧啊，不好瞧就改单的，家的拆开这凉片子，上半截那个做褂子，这个下半截那个做裤子，这个褂子去袖砍剪子，剩下了一副套袖子，这个零零碎碎的补袜子，不糟这材料啊。哎呀，就是大伙儿学的各种的叫卖吆喝，过去说这叫货声。对呀，啊，大小的商贩走街串巷一吆喝这个，嗯，大伙儿就知道卖什么的来了，暴君之嘛。要真说起来，所有的吆喝里边，嗯，最好听的什么呀？卖布头的。哦，布头。呵，嗯，卖布头的热闹。那您可以瞧一瞧。咱们这就开始了啊。可以，哎，来打开就是布头啊。是啊。哎，嗯，吆喝着买挨了吧。嗯，吆喝着买了我的布大件了吧。哦，敬起诸君劳您大驾。嗯，我不敢胡言，也不说瞎话，咱们都是老街坊。哎，我要是蒙了您，嗯，对不起我三姨六舅们还有我的妈。呵，包袱系好了啊，含辛就驾。哦，包袱皮儿打开，天女散了花。嗯，花儿好，花儿红，漫天大火起在了空。红过梁山，大刀关胜。嗯，红过了赵匡胤那九岁桃花宫。哦，康茂才大出血都没有他来红啊。呵，关老爷吃酱豆腐也没有他的红啊。红铜县里边红铜马，红美人穿红带红，口点胭脂一点红，也没有他的红。是啊，不要红，嗯，来块花。哦，
花花世界你来看看吧，沧州狮子景州塔，卢沟桥下边水哗哗，孙悟空大闹了蟠桃宴，珍馐美味就撒下来了吧，东西南北全撒遍，十二色的布头让你来看看它啊，这是什么色儿？这是奔色白。哦，白，怎么这么白？是怎么这么白？您说怎么这么白？哎，哦，怎么这么白？我哪知道啊？白白白，嗨，不说了，合着。因为它是白的啊，这所以白。怎么这么白？是气死头场雪，不让二路霜，气死了头号的杨白面了吧？气死赵子龙，也不让小罗成。呵，谁见过雪白袍啊？压死这个小马超。呵，不提这种白，怎么单提这种布？哦，买到家里去，封被单拿左边里的财门帘，你咋哭官了吧？金铺有金盖，好，金洗有金晒，金来有金拽，是金灯有金踹，怎么那么闹？好的哼，这人被窝有鸡了狗子。刚才是块白，对，这块是块黑。哦，黑的，怎么这么黑？哦，怎么这么黑呢？您说，因为它是黑的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这真正烟熏灶，烟儿没掺没灰，屎壳郎那钻炕都没有它来黑啊。包公扎麻花黑了个腿儿的，怎么这么黑？气死猛张飞，哦，他不让黑李逵。是唐朝有一位黑警逮了吧，东山送过炭，这西山挖过煤，开过两天没了厂子，卖过两天没了，这不背过两天没了，这不送过两天没了，这不当过两天没铺子二掌柜的吧，半夜十二点掌柜的没有事儿，抄起个锤子字儿，病儿棒儿他来砸硬煤，说您要不知道您遇上一个窍，您够奔电车道，您上了摩电车，买张电车票，电车这么一绕，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？到哪儿了？到了前门外。您找了大石栏，是你够奔八大祥，什么瑞林乡那瑞增乡那广成乡那颐和乡那个乡一号，这个廊坊头俩所边朝南环那要管前乡一儿的八大祥，站在柜台那儿。点着名儿的要，点着样的挑，顶少了价码得四毛八。哦，四毛八，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。这么宽呢，怎么厚呢？怎么紫米？怎么米？怎么加米？怎么起伏的？好，为什么卖这么贵？对，小费是大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人工吃食就找他要了吧？是，常言道得好，面在萝莉转，羊毛我出纸，在这羊身上了吧？您就别忘了这电大，岂可这可大了气的电了吧？没错，倒在我这个摊儿，民工你要想一个样的货，一个样的价儿，一个样的行市呢，谁还买？大道边那小道沿的马路牙子摆小摊儿，小门脸的小铺眼，小四合小铺点，小四合院的这个，对吧？头味的拧个块了吧？对，这块布头拿到家里去，裤褂做一身。大褂做一件儿，穿在身上，走在街上，大伙儿这么一瞧，嘿，真不知是你了，咱们哪一位的大掌柜的吧？是啊，什么同仁堂啊，东来顺的六必居，那买卖都不如您呐！我什么买卖呀？你抽烟喝酒烫头去吧！没听说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，太开心了，高兴啊，干别的也不是材料啊，一沾说相声发自肺腑的痛快，就会这个，尤其跟谦儿哥在一块儿合作这么些年了，那倒是，我们老哥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关系好，这一晃好几十年说下来的啊，好多人还问我了啊，说你们这说相声难不难啊？是各位，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，都不易啊，难不要紧的，想办法攻克，那倒是，老话说得好吗？怎么说的呀？世上无难事，哎，只怕有难事，全是难事儿啊，不是，怎么说来着？只怕有心人，只怕有心人，对，你心里得有啊，啊，我怎么办？哎呦，这事儿成不了，成不了，我不干了，永远不会成功，知难而退不行，我实话实说啊，啊。我这些年来得力于谦儿哥对我的帮助，您可太捧我了。你看，不敢当。相声怎么能说好？您说说。第一，继承传统，对。第二，开拓创新，这两点最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对，
有人说你这从哪儿学的这两句话呀？是打于老师这儿学来的。从我这儿学的。于谦老师在德云社占俩极端。怎么叫俩极端呢？第一，他最传统。我就从事的这个传统行业。第二，他最创新。哦，我还有那精神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您说说。平时他没事的时候啊，种花儿，是，种菜，对，弄个什么地上的玩意儿，对，养个什么大公鸡，嗯，弄个小兔子，我就喜欢这个。你像这个玩意儿，嗯，别的说相声不会玩这个，他们不爱，他愿意，我喜欢。拿个铁锹啊，拿个锄头，捧个地，是最爱这个，这生活好，很传统，嗯，但是。嗯，你说哪儿出了什么高科技的什么电子产品了啊？手机出新的了啊？他准是我们那儿第一个玩的啊，这我都能接受。正在地里边正忙活着呢，我喜欢吗？正忙活呢，嗯。他儿子打那边跑过来了，哦，孩子跑过来喊他，他儿子喊他啊，干爹啊，现在呀，你先等，又出新手机了。你先别说事儿了，我儿子管我叫干爹呀，不重要，不重要啊。重要，特别重要。他可能这孩子说话有点大喘气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大喘气也不能说这么清楚了，您这。我给你出一毒药啊啊！你儿子得喝点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，抗病毒、防流感、病毒退。我发现这句话说完之后啊啊啊，这帮鼓掌的多啊，说明他们就是那个厂子的人啊。啊，反正他儿子跑过来了哦，啊，一看他爸爸正种地呢，是，哎，拿着手机，嗯，又出了新手机了，哦，有个新款，就这一句话，于老师能美的不行不行的，哦，我就爱这个，就爱这个，是，太兴奋了，哦，把牛推开，自个儿耕了二亩地，哎，对，跟那手机没关系，那个回来玩的手机啊，啊，你要问我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啊，您不演，我怎么叨腾我也弄不明白。人家于老师，哎呀，呵，我这行怎么来怎么去。是，哎，我不佩服都不行。啊，您也佩服我。就整个我们后台这些说相声，嗯，心服口服。哦，都佩服我。那是，他给您起外号了。我叫什么？说于老师，我想那叫怎么说？啊，在智能产品使用里边，他算一个创新之窗。哎呦，这评价够高的呀，这个，嗯，智能产品创新之窗，不，这个名字太长了，您就叫于智创，于智创，对，这是个赞美，这是个赞美，这不是赞美，这不是赞美，这得上医院，这个，不是，那词儿太多了啊，于能创。我不能创，我一创就死了。创新使用者于能者，好吧？我能者，能者哩，好吧？嗨，这不是好词儿，反正就这意思吧，是吧？啊，大伙儿能明白啊？嗯，就这类好东西是给我就算浪费。您不懂，非得给谦儿哥呀？我能摆弄这个呀？所有智能时代的产品到您手里边，嗯，物尽其用，我都能玩转了他们。于老师一回家。是，首先面对的啊，智能窗帘，我们家窗帘都是智能的呀，高科技的窗帘，哎，它进入家庭了。于老师往屋里一坐，嗯，皮鞋脱在门口，哦，进来往这儿是一脱袜子，是，头一日袜子夸脱下来，是，你看这窗帘，嗯，脱一袜子窗帘就关上了，您的隐私，我不让人看脚，嘿。嗯，你这玩意多智能哦，脱一只袜子啊，电门在这儿呢，嗯，帘就关上了啊，就不让看。于老师，哎，脱袜子，脱裤子，脱衣服，嗯，得洗个澡啊，那是热呀，把衣服哎都脱了，是，你看这帘，哎，开开了，哎，好，我就不让看脚，别的都可以是吗？不是。啊，这就是智能啊，智能 啊这智能安的不是地方了，这帘儿一打开怎么样，灯就亮了，那不还更清楚了吗？看看你面前是玻璃，可不是，就是玻璃才能看清楚。你这个玻璃是这一面是玻璃，一面是镜子，哦，
哎，这么一说，这玻璃也是高科技。哎，一面是镜子，一面是玻璃，那就对了。哎哎，于老师冲镜子，啊，挤这粉刺是，镜子在里头啊。不是这两面外边不是还是看得清楚吗？我这闹不清楚，你这就说这个意思啊，就说意思，智能时代嘛。啊，那得反过来。哎，高科技，啊、高科技。哎，是是是，洗澡啊，那就洗。哎，洗澡，高高兴兴的，嗯、躺下睡觉。他那个枕头都是智能的枕头，这枕头还怎么智能啊？哎，枕头说：“哟，于老师来了，准备、啊、哎睡觉。”对，于老师躺好了。哎，如果马上睡了，是就没事哦，躺着翻过来掉过去的，失眠。枕头有思维，他会哎，于老师没睡着，他这么想的，给他来一点点音乐催眠呢，让他踏踏实实的睡。他什么音乐呢？不丁点声音啊，很微妙啊。啊好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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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行了行了，好家伙、嗯，这睡着了都得吵醒了啊！这个循环了一万多遍，哎呦，甭睡了，送早点的就来了。好，想一宿，哎，智能早点啊！这早点就别智能了，要什么都是智能的啊！就运用这个。于老师起床，哎呀，身体不舒服，难受了，难受啊！啊啊啊！上医院。看病去，看病，哎，上医院看病，那个做手术都是智能机器人啊，现在有这智能机器人。哎呀，您说的那个没有这个，这全自动机器人啊，就不用真人。第六，于老师先换衣裳啊，换手术服，那倒得换。哎，把身上衣裳全脱了啊、嗯、是是是，换衣服嘛，全脱了啊。嗯 嗯, 嗯，哎，拿着这个手术服，是换换，就这么一抖了，怎么样、啊，这是帘儿就开了，我啊，我在家就换上手术服了，换好了好出去 啊, 啊、哦，哎，出去开车，奔医院，哦，躺好了，于老师躺下了，手术吗？机器人就来了啊，哦，哎，机器人啊，这机器人呢就是仿真，跟人是一样，哦，就跟真人一样，哎，也烫着个头啊，就跟真我一样，那叼着个烟卷啊，啊。拿着瓶啤酒就进来了啊！好，他是个干不干了？他打算让您踏踏实实，别害怕哦。您躺好了，机器人一伸手，咵，这是这就一把手术刀啊，做手术嘛，咵，这个两把手术刀，好家伙，全是刀，看准于老师，然后啊啊，行了，您这拿我当馅儿了是怎么的？做馅儿呢？有手术做手术，没手术呢，在医院食堂弄馅儿。好，他还英语厨子，一会儿功夫，咵。切下来了，切什么了？给于老师那肾切下来了，单肾切下来了。哎，拿一盘子送走。哦，机器人回来给于老师放40万。哎，哎我没病，我上医院卖肾去了，合着高兴啊？不啊，能不痛快吗？是吧？哎，对，这也还疼呢，那玩意儿。有钱了啊，40万，有钱高兴。那有钱高当然高兴，发自肺腑的痛快。哦，享受享受。哦，这还享受？家里边全换智能的。哦，还有不是智能的门锁换智能的，门锁怎么智能？好，他那门锁太智能了啊，差一丁点儿你也进不去。怎么叫差一丁点儿？就是防盗系统做得好啊。哦，非常严谨。哎，于老师到家门口，哎，哎，是看这锁不开。我到了怎么不开？你看，他有这电子的，整个扫射一扫射，又坏了啊！这人短一肾不让进。哎呵，这扫描的还挺严格，这玩意儿。往前来吧，我啊，对，我大锁是我告诉他，锁看看不对啊，怎么着？脸上有粉刺，上火了，脸上粉刺啊，嗯，眼睛贴着，眼睛贴着，哦，红眼病，不能进啊，是，哎，一张嘴，牙上有韭菜，哎，拿手摁指纹，手爆皮进不去，我都这样，我就别出去了，我都。缺一肾，牙这脸也长得有红眼病，我干嘛去出去？这智能家庭啊，等着吧，万一一会儿那个。智能扫地的机器人出来就能给您开门了，我指着扫地机器人，大家机器人扫地的，啊，屋里各屋扫，现在都很正常。不光扫，扫完之后有那没用的垃圾就当时处理，他怎么处理啊？这高科技是吗？咱们扫完了还得弄一兜搁在那儿，哦，人家这没有，直接弄出来，到门口机器人一伸手，哎，咔啦咔啦咔啦。这医院这就串我们家来了，这个都一个厂子出的，哦，也这样，全剁碎。哎，垃圾剁碎了，剁碎了，剁碎一回头，有货。嗯，门口有双大皮鞋，是我刚脱的，过去看看，于老师的。对呀，自己家主人的皮鞋，哎，不能动，他认得出来。
哟，这儿还一双皮鞋，嗯，不认识啊，踏踏踏踏，懂了，给我报仇了。你看这，这就高科技，什么高科技呀、啊、这？哎，于老师高兴啊，一算我得出去买一个按摩椅，哦，还要享受，人家都有按摩椅，我们家没有，是来按摩椅躺那儿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多舒服，是不是啊？于老师拿着钱奔商店，好，要买一按摩椅，买去吧。一进商店看见我了。德刚，你干嘛去？是啊，哟，谦儿哥，啊，您这是我买个按摩椅。哦，你呢？啊，我买双皮鞋。嗯，我这鞋啊，你去，什么玩意儿？皮鞋坏了，别胡说吧，全给坐坏了。哎，哪儿啊？于老师买一按摩椅啊，哎，按摩椅回家一躺，哎，按摩按摩椅，找找他各个穴位，是找找哦，护肝呢，护肾呢，护这护那个，哎。五秒钟给于老师推起来了、嗯、起来干嘛？没法护肾，没有肾。哎嗨，对，我肾都卖了吗？哎，于老师看着按摩椅，你看，嗯，这40万花的啊，嗯，我拿肾换一按摩椅，结果还按摩不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瞧这事儿闹的都不重要，这俩钱花的重要的是高科技啊。啊，我利用这高科技，要真到那会儿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智能的捧哏了。就我这位置捧哏也智能的了，对，我就可以不用你了。这怎么智能啊？你看，要到那会儿啊，啊，咱们就照着于老师做一个机器人，跟我一样的，给我捧哏。哦，那我省心省多了，是吗？我连司机都辞了。怎么呢？你看，明天西藏有一场演出啊。嚯、哦，于老师，咱们走。嗯、干嘛？于老往地一趴。嗯。哎，我骑上去，我们俩奔西藏。您这比自个儿走着去还累呢，这个高兴啊。我倒是不累、这个、挣了钱不用俩人分，我一个人全是我的。对，我也不用这个、啊、顶多买一回机器人啊。啊，不要到那样的话，那会儿估计观众也是智能观众了啊。各位都智能来了，咱俩一上场一鞠躬、嗯、观众都是智能的。哦，观众也鼓掌。是吗？哎，咱们都这样啊。啊啊啊啊啊，我全带着刀呢。他们要这样，我就不说相声，扭头就跑啊！为什么呀？把我皮鞋剁了怎么办？哎，这老有这个。再来一个吗？来一个就来一个吧啊！还挺热啊。那个。跟谦儿哥在一块儿说相声，我是很开心的，都高兴。有的时候难免有些个话冒犯到他老人家。您没有，没有，好极了。嗯、我们这行有句话、嗯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对，为什么谦儿哥说的这么好？怎么着？师傅就好。我师傅石富宽先生，石先生啊、哎，跟我的恩师侯耀文先生，当时人家是一对儿。是。现在我们哥俩在一块儿说相声，这多好啊！我是真的很感慨。怎么呢？啊，要是没有谦儿哥啊，我这艺术水平根本都提不。您过去，过去，你看，你看，您这很疼人啊，疼人那倒应该的，特别疼人，是吧？我台上有时候想一出是一出，有的那个话也未必是台词上有的啊，没准谱。我哎呦，想起来我说了啊，这句话不等掉地下啊，于老准接上啊，这就脑子嘛。我这么说。就这盘子无论扔哪儿他都能给你叼回来、嗯、感慨是感慨，我怎么变成狗了？我瞎说，我这我接盘子去了。兄弟真拿我当亲兄弟，关系好吗？真的，你举个小例子啊，我们在后台、嗯、人家准备水果，是老师们吃吧啊，他一定站起来，德刚先吃啊，这让谦让。我不哥哥，你快快吃回来啊，你吃第一口我吃第二口。哎，那是你说，哎，咱心里热乎乎的啊！不不，哥哥您先吃，您先吃。哥，你看，这都快急了。是啊，吃呗。嗯，我吃一口，嗯，他来一口。哦，我来一口，他再来一口。你看，我们吃的什么水果？甘蔗。甘。啊，我不吃不吃吧，我这个。您都吃了。他说挺好，就是咽的时候疼。哎，这我还咽呢，我真疼我呀。啊，他疼我，我也疼他呀。啊，这互相的吗？尤其现在就这个岁数了。嗯，我有时候特别在意他。是啊，吃的合适不合适，关心我啊。喝那水凉了热了的，别闹肚子啊。是是是。还有时候，我同大伙我说您别不乐意啊。啊，没事，您说。玩心太大。哎，我就好我这。我老劝他，我这岁数差不多了。是啊，你看那些日子。
我要去学游泳。是，我说你别学游泳。嗯，真的，我咱这岁数犯不上游泳不学。哎，你看咱们这儿那个孙越、孙胖子还游泳呢。啊，他也锻炼吗？我说你能跟他比？他300来斤啊。啊，他浮力大呀、啊嗯。他掉里边，他也沉不下去啊。啊，他这个孙越在游泳池，大伙儿都很尊重他。是吗？孙越，您各位都知道哈。啊，我们那儿说相声那胖子孙越，真300来斤、啊。是，穿小裤衩，光一膀子，在游泳池没人不看他的。那多招眼呢。那可不好，站住了，有时还给大伙儿摆个 pose， 是吗？光着膀子原地夸转仨圈，嚯，就跟那土耳其烤肉似的。嗨，啊，这什么形容词啊？这找胖子去了。我要学游泳啊，我跟他学。那个也没脑子，嗯，非得教。他教我，倒是学会了。那就好嘛。孙胖子还挺高兴，嗯，送你一条游泳裤衩去吧。你瞧多好啊。他说完了我心到嗓子眼了。您怎么着？50来岁人刚学的，万一我好点怎么办？哦，怕我淹着。我就在游泳池那边上，我看着他盯着我，有个万一有个闪失，我好拉他去。嗯嗯嗯，谦儿哥真行。我穿孙胖子那大裤衩下水游。嗯，裤衩那玩意儿他肥呀、啊、那是不合适啊。那玩意儿孙胖子那大裤衩绣上花就是捉围子。好家伙，他把他那裤衩给我了。于老师一下水，夸这水他劲儿最大，有浮力。嗯，裤衩就没了，秃噜下来了。于老师愣了，当时就站住了。啊，下去摸去。他下去摸去。啊，我吓坏。您呢？坏啊，这哎不行。是，我赶紧我就下去。您，我就揽了一下，你给我上来！哎哎哎，行，别拉了，别拉了。他不上来啊！你不上来，哪哪行呢？我愣拽啊，就给他拽上来了。站在岸上，反正多少有点尴尬。那是，您连脸都拉上来了，就尴尬了。我说这个意思是我们哥俩这个交情啊就好，真的啊，对谁都那么好。是，演出完了，于老师，打后台一出门。后台门口过了一大个哦，大小伙子抡圆了，这给一嘴巴打我。又过了一个，呼哟踢他。是，来7-8个人把于老师摁那，叮咣五四一顿打。这干什么呀？这个过程当中于老师不骂人，哦，就很文明，不翻脸，不急。这帮人打完了给于老师搀起来，哦啊，拿手一指，嗯，你看那儿有一摄像机，我们做节目呢。啊，于老师也高兴，做节目呢，我就完事儿了。完了，我这儿也太傻了，我这个这个人善良啊，就这么善良啊，善良啊，这叫傻。这个跟外人如此，跟我们更是如此。那跟自己人更不翻脸。我们哥俩这些年来就有一回不愉快，哦，也闹过别扭。看足球啊，世界杯，我们哥俩。嗯，前买的各种小吃啊，连饮料带啤酒，我们俩跟真事儿似的看。得喝着看。看到最后，我很感慨。怎么呢？我说怎么姚明还不上场？哎，您就多余看。嗯，他乐我，笑话我。那当然，你呀，我就多余叫你来。没错，那不郎平吗？谁哪儿啊？我也就别看了你。啊，我气的啊！我说我去你的！哎，打上了。我给他一下。你这打挨的，他也急了，是吗？你这个岁数挨我一下，他能痛快吗？得翻脸了，站起来，这一脸就打我拳头上了。我找打去了，我。回家之后，我想来想去，是我的不对。那当然了，老话说得好，是冲动是蘑菇啊，只是蘑菇啊。那话什么？冲动是魔鬼。明天早晨，我一定去道歉。应该道歉。早晨一开门，是于老师在门口跪着呢。我在你们家门口跪着。兄弟，我错了。哎呦，把我感动的，眼泪。哎呦，哥，滚！哎去！我就是欠打，我们就是别的。这种交情啊，您找去没有？那是没有，哪有我这么欠的呀？我这捧着您，您怎么这样啊？是您说这意思，就希望您健健康康的。得嘞，谢谢您吧。咱哥俩好好的说相声，好，有您在啊，我还能进步。您过去太客气了。不是，我跟您没法比。您瞧怎么说？我跟您比，我跟您说，我就是那老话怎么说来着？您说说，王先生碰见汪先生，这是我差三点，还差三点。您不能这么说话。您要这么说，我要跟您比啊，我就是能先生。
碰上熊先生了。那这是差四点跟您比，我是王先生碰见汪太太，真是差五点。我要跟您比，我就是王先生碰上王麻子了。那是这不知道差多少点了。那是我要跟您比啊，我就是王先生碰见汪先生、熊先生带着俩人的太太，嗯，还带着俩孩子，一个长雀斑，一个出疹子啊，一个吃芝麻烧饼，一个包着石榴，嗯，后边跟着一条斑点狗，狗嘴里叼着半个切开的火龙果。好家伙，这咱就甭比这个了，比不了了。我拿您是当老师看待，您太客气了。有不明白的，我得向您请教。谈不到，今天是个好机会。怎么呢？我要跟您请教问题了。您有事儿您就说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憋了很久了。是吗？真的。您说说。这因为这个问题，在中国相声界150来年吧，几乎近60-70年没有人敢提。哎呦。那我也未见能答得出来，咱们探讨好不好？看来就这个态度啊！你要不知道说不知道的，那肯定是。您可别强求啊！那是，您各位也算上，您都是听相声的老主顾了 啊！因为这个问题确实难度很大，很深奥嘛。是，您说吧。有这么一个东西，哦，哎呀，这个就这么大啊，这么大个，绿不筋的啊，哦，一张嘴呱呱，这是个什么？就这个呀。这个问题，你看这些年没有人提这个问题，什么是没有人提这问题，都臭了街了。您这个什么叫臭了街了？废话，这么大一个绿的，呱呱啊，一张嘴呱呱叫。对对对对，这谁不知道？小孩都知道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蛤蟆呀。这叫蛤蟆。对呀。问题可来了。哦，刚才那不是。对了，看他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啊？您说说。你也想不到我会说这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急了啊！来来来，蛤蟆。对，蛤蟆。这么点小玩意儿，是为什么叫起来声音那么大？这个问题，中国相声界现在没人提。是不提呀？他们都说过去了。这个是啊，多新鲜！您解释一下。这个好解释。嗯，因为这蛤蟆呀，你看它长那相啊，它嘴大啊。脖子粗哦，所以叫唤出来声就大。呵，您是高才呀，不敢当蛤蟆啊，嘴儿大，对，肚大，哎，脖子憨，哎，叫出声音来就大，没错。照您这么说，万物是一理啊，万物是一理，只要是嘴大、脖子粗、肚子大的，叫唤出来声都大。我们家那马桶，嘴儿大，肚子大，脖子粗。他可一回都没叫过，多新鲜呢。嗯，那你叫你还敢蹲那儿吗？你说的呀。不是马桶它当然不能叫唤，它为什么不叫呢？你马桶它里边不是有水吗？有水的它就不能叫。哦，有水的就不叫。对，有水不响，可不是吗？那水壶呢？对吧，水壶这一开了叫啊，它当然能叫。水壶，您想，它不是坐在那炉子上，它有火，它不就叫了吗？在炉子上就叫。对呀，烤白薯，白薯搁炉子上，哎，一熟了，这个白薯哇，没听说过白薯嗡嗡叫啊。你看看你说的吗？废话，白薯它是地里长，它埋在土里头，它不叫啊。土里的不叫，多新鲜啊！土拨鼠，它怎么长的这东西？土拨鼠站在那儿，啊叫啊，不，土拨鼠。土拨鼠是动物，动物就能叫，动物就叫。对了，蝌蚪，蛤蟆秧子，蝌蚪，蝌蚪怎么不叫呢？啊，蝌蚪个小啊，小啊。对了，蝌蚪长大叫什么呀？青蛙呀。啊，青蛙，青蛙它怎么能叫呢？我这又回来了。大概啊，其实好多女孩爱的是于老师。没有没有，大家喜欢到好多地方演出，一上场我就看得出来啊，好多女观众的心里话在这放着呢。说什么了？要嫁给于老师，然后给郭德纲生孩子啊。那咱们仨就好好过呗。你们这是憋着要累死我。刚才是孟鹤堂、周九良小哥俩，我的俩小徒弟。对了，也来了10多年了，到德云社，嗯，不短了，有成绩了，挺好，还不错，这不容易，这家里都没有干这个的，是说相声，如果家里有干这个的，嗯，他爸爸他爷爷说相声的，还占点便宜，这就是熏陶吗？就怕这个，家里没干这个的，得愣来，对，家里人帮不上你，费点劲。你看咱们相声前辈，嗯，常贵田先生，哦，为什么说相声好？为什么？他爸爸说相声的，
对，那常宝坤先生，对吧？小蘑菇，施圣杰先生为什么说相声好？为什么？他爸爸说相声。对，施世元先生。哎，嗯，我的恩师侯耀文先生，是为什么说相声好？为什么？他爸爸说相声的。啊，就侯宝林大师啊。于老师为什么说相声好？啊，哎哎，别。紧拦慢拦，这下还拦晚了。嗯，你别说了啊。哎，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。对。你爸爸是听相声的。哎，这没跑了，这到最后还是说了快半辈子相声。嗯，跟谦哥在一块合作很愉快，还行。相声怎么能说好？嗯，四个字叫雅俗共赏。对，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嗯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这是一个辩证关系。单纯的雅不科学，不对呀！啊，我们俩从上来一嘴一句文言词说仨钟头，哦，看着两个人挺有学问，是，饭可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人听得懂，再也不会有人买票了，不好玩。俩人到饿死，反正唠一个，这俩人很雅致。嗨，嗯，太俗也不行，太俗也不行吗？你看俗到头了，不像话了。怎么不像话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啊？谁看呀那？银川观众的素质有待提高啊！这个，这看什么呢？您这雅俗共赏，您说的对，真的。这个艺术嘛，嗯，什么叫艺？什么叫术？这还分着解释吗？艺是演员的能耐，哦，本事；术是把能耐得卖出去，哦，搁在一块儿叫艺术。怎么说？有艺无术，这叫诈骗。嚯，有术无艺是个商贩，不是艺术。哎呀，有意无数，我这个东西这么好那么好，嗯，人文学的角度，美学的角度，这当当当当当说的顺嘴角冒白沫，嚯，哦！但是一说卖门票一毛钱一张票，观众把剧场都砸了，就那么恨得很。你诈骗吗？这不就是，哦，为你花一毛钱都不值，你怎么教育人？是 是, 是。所以你这个有意无数不行。你要说摆个摊卖个香瓜，那不需要什么意啊，嗯，就是个生意，能卖。哦，他没有意，他就是术。嗯嗯。所以说难就难在这儿了。而且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这话要怎么讲呢？艺术类的比赛，艺术类的评比，永远没有谁真正第一。没有吗？你花8亿拍个电影，拿了10000个奖啊，卖了3000亿，我就不爱看，哦，你也不能枪毙了我呀。啊，那倒也是。你永远不可能再拉一个跟你一样口味的人。嗯，啊，你我就喜欢这，我就不喜欢这，那没办法。嗯，啊，所以说文无第一，评不了。哎，武无第二。这句话呢，体育类武术类一定能评出谁是真正的第一，这就能评出来吗？从这儿咱俩跑步跑到那儿去。哦，我跑35秒。哦，于老师跑7天。对，我裁判们得看呢，就别判了啊，我就不应该参赛了呀。我就你看于老师到底是腿的问题还是智力问题 啊不是，这就是轮椅坏了，对吧？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啊。啊，不用考虑那么些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被所有人都喜欢，这倒是啊。嗯，我就不爱吃麻辣火锅。嗯，不吃就不吃吧，别吃了呗，有爱吃的。对呀，但是我不能说谁吃我就打谁。嗨，谁开火锅店我就上你那骂街去。嗯，那你也在那儿弄死。没错，存在就是合理的。嗯，您就记住了，您喜欢的那个就是硬道理。哦，换个角度说，只要我喜欢，嗯，我管他谁媳妇呢。对，嚯，这叫什么话？您这就说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说说相声要把心放了当劲儿。对了，尊重观众，嗯，尊重艺术，应该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是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。谢谢谢。能力一般，嗯，水平也很有限。是在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。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。会有的。什么叫会有的？一路宴席惊动一路宾客啊，一路玩意儿呢款待一路主顾。是每个人喜欢的是不一样。哎，反正做艺人来说就是2点要求，叫第一是活着，活着，第二是忍着，
您能把这两点细说说吗？活着很重要。活着怎么重要？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，你把那三个人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是啊，21死一个，32枪毙一个，40弄死一个，就剩你连人话都说不利索，活到99你就是艺术家。哦，你有话语权呢，你啊，这没人抬杠了，这个对吧？那仨天大能耐在盒里头呢，啊，那是，是不是？嗯，哎，一定要活下去。好，第二要忍着，忍着是怎么回事？像唐僧一样，唐僧怎么忍了？此去西天啊，路过9妖18洞，洞洞闹妖精。哦，风霜雨雪这么不容易，一定要忍，忍到最后，你就能上西天。这人死了，这个你看，我这些年觉得我跟唐僧好多地方很相似。有什么相似之处？你看啊，嗯，名字很多。怎么叫名字多？你看他啊，唐僧，哦，玄奘是唐三藏，对，玉帝有玉帝哥哥，嗯，嘿啊，徒弟们一喊他师父，哎，又叫这个的，我也是徒弟们喊我师父。嗯，您也就是有对吧？嗯，有张云雷的粉丝喊我姐夫，啊。有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，嚯！有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，没有，没有，这辈儿太矮了，我这个。我们俩，你看，我跟唐僧名字多。哦。第二个一点，我们就是都是给祖师爷干活的，这是替祖师爷传道，替祖师爷收徒弟，替祖师爷干活，祖师爷还不管饭。这祖师爷。第二点，嗯。第三点，我们都让妖精惦记着。怎么都让妖精惦记着？吃一口唐僧肉，长生不老。嗯，骂一句郭德纲，大红大紫。嗯，嘿哈啊，这句话这么解释：蹭 WiFi 还嫌网速慢。嗯，你看，当然最后一点，我跟唐僧一模一样。怎么一模一样？他身边有一个猪八戒。哦，啊，哎，这个您别拿我跟他比。嗯，我们这都是从小在一块儿学相声，是十几岁。那会儿是曲艺团招学员班，哎，我们在那儿一块儿学，搁在戏校里边，嗯，哎，文化课跟那一块儿上，嗯，打16、17，我们就一块儿到现在，就在一块儿，也不容易，这多少年了？那是老师那会儿还是有人不行还打一下呢，那时候是讲究这个啊，体罚，体罚其实是最科学的教育方法，这个东西跟外行是无法解释的。怎么外行老说打孩子是不对的，但是你记住了，比如说翻跟头啊，来走，腾，就这一下过不去，是很容易窝着戳着哪儿折了，还真受伤。老师拿一小棍儿，走，起走，啪，找一地儿，就这一下，嗯，肌肉是有记忆的，嗯，他到那儿自己就知道规范动作，啪就过去了。哦，你要打就出几个好角，你要不打就出一帮废物，这有道理的。他不是为了打，谁跟谁有仇啊？嗯，不是为了你好吗？是是是，对不对？你也不能说你在家扯惹祸了，你爸爸打你巴掌，这就爷俩翻脸不认账了。嗯，不对，啊，外行不懂，外行老觉得打孩子不对。其实，好多名角，好多大家都是打出来的，这是有一定道理。打完之后，而且到最后特别孝顺这个师傅，他知道是知道是为你好。对，你老跟他客气，最后他还恨你。那可不是吗？先生当年都没打过我，拿我们当傻子，学不着东西啊。但这个东西你也无法跟外行去辩解。嗯啊，我们小时候。先生连打带骂，我们是这么出来的。要真是打过，真不容易。嗯，老师那会儿来背这个，啊，嘴里得干净啊，是，说话不清不行啊，还得会用气啊。用气是一最重要，是用气。没错，要是没有气，嗯，这场相声说不下来，不行吗？这个嗓子呀，嗯，这是两片淡蓝色的肌肉，嗯，啊，有气体冲过，它才出声音啊。你如果老用这儿的话，它一会儿会充血，就声带吧，那就哑了。嗯，这一演一晚上3个钟头、5个钟头，老这么说话哪受了去？嗯，其实完全是在这儿，哦，肚脐眼往下一点，这个地儿叫丹田，是从这儿吊上一口气来，气海嘛，就这一口气拖着说一晚上。嗯，啊，有人唱戏的演员干嘛的演员，这一场戏演完之后，整个小肚子是疼的，这较劲，较着劲。嗯，要不会这个，干不了这行。对，不长远。啊，那会儿老师说，就对，跑步去，跑步呢，还增加肺活量，嗯，补气。哦，人家那会儿从来没有补气这一说。那我这气息也很好啊。他说我食补。哦，我靠吃。我们开始锻炼，他就吃点东西一样。
啊，一样的，每天睡觉前吃10斤干炒黄豆。我拿黄豆补气啊，大铁锅炒黄豆，整了10斤，10斤干炒黄豆，3盆凉水送酱。好家伙，这量也够大的。列位啊，10斤干炒黄豆，3盆凉水，一般的牲口吃不了。废话，那不跟牲口比的吗？于老师那个睡觉前就开始吃，就为了补气。哎呦，这点气补的那个足啊，是吧？到早晨就漏气了。怎么还漏气呀？你想，那肚子里边都起了化学作用，啊！早晨起来，好家伙，嘟，踢踏，二踢脚，哇哇哇，嘟。那会儿都住集体宿舍，是啊，我们宁可20人挤一个屋，给他甩出一单间来。就是我是这个大哥，是吧？那倒不是，我们也是怕死。至于吗？还没毕业，还没上班，凭什么让你弄死呀？是吧？能死得了？他天天自个儿跟那屋排气，啊！我还当然了。后来他也认同我们这个锻炼是管用的。那当然。后来他也锻炼，也练。包括这些年到现在，谦儿哥挺好。我也练吧。哎呀，早晨4点现在就起来了。坚持吗？4点。对呀。上健身房去拉皮条去。哦。你先等会儿吧。我夜里4点上健身房拉皮条去。是啊，去晚点了吧？这个，啊，应该呢。头天晚上8、9点钟，我到那儿去多好。嗯，那不叫拉皮条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拉背气。拉背气，反正对健身。早晨练这个吧。那对，得练啊。练完这个，然后出去跑步。哎，对，锻炼肺活量。是的，于老师可着北京三环跑一圈。三环我跑一圈啊？我也不知你们谁跟北京熟哈。啊。三环这圈可不容易了，小100来公里啊！好家伙，当当跑啊！当然也不是天天跑哦，跑着跑着下雨了，嗯，那得了，回家吧，那就没法跑了，只能回家。嗯、哎，快到家门口了，嗯，给媳妇儿打一电话，哦，回来了，是闹的下雨了，没法跑了，哎，往家走，是、嗯、一进小区，小区里边跑出一男的来，都有锻炼的，一丝不挂，光着，谦儿就傻了啊，我。是，乐什么？你就别治人家了。人家看看他，嗯，笑什么笑？怎么了？谁让你回来那么早的？哦，哎，这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是这位是打我们家跑出来的，是怎么着？不太清楚，反正什么都有。那您说这个锻炼身体吗？哦，哎，一般上午于老师哎跑完步，吃点早点，这就过去了，就开始啊下会儿棋。啊、这个就很高雅的。他邻居住了一个围棋的大师。哦，下围棋。哎，叫王黑白。对，嚯，名字就是下围棋的。嗯、哎，嗯，请来两个人对面而坐。哦，哎呀，焚上一炉香，真好。哎，香烟缭绕。嗯，谦儿坐在这儿。嗯，王黑白坐对过。这对弈吗？这个背景音乐是古筝，古筝是最雅气的音乐。噔，就这样。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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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俩坐猪圈里下棋呢，是怎么着？这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。于老师这儿拿起子儿来，嗯，且得想呢，深思熟虑吗？哎，考虑。啪，下下去了。军长，军棋呀，不是围棋呀。大师也拿起子儿来啊。嗯嗯嗯，哎嘿，他改跳棋了。嗯，于老师这儿，嗯，2-4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大师那儿，嗯，碰嗨，嗯，这儿有将，行了，这盘棋俩人能玩到死，玩到死要明白了就不错。嗯，玩一上午、哦、啊，拱手而别，再见再见，赶紧走吧。大师也得回去吃药去了。对对了，都到日子了。嗯嗯嗯嗯，这儿吃中饭。嗯，稍微躺一小会儿，哦，于老出来去打篮球，哦，我还这剧烈运动。门口有一个大高个篮球队，听着就矮不了，最矮那个1.93米。嚯、哦，这里边于老师比他们稍微矮一点，矮多了。但于老师的主要技术，嗯，就是钻裆啊。对，我钻裆啊。这一帮大高个都看着，嚯、哦，来了，哎呦呵，好，行了，别踩了。你这打地鼠呢？说怎么着你？
就出头踩的吗？这个别看，别让于老师逮着机会，逮着机会，逮着机会窜起来就是一口，咬他们。就这场球打下来，嗯，所有队员裤衩都是碎的。嗯，我蹦得高着呢。那是啊。嗯，打完篮球，于老师到旁边的场馆啊，打台球。这又是绅士运动了，拿着自己这台球杆啊，这都有自己的。嗯，我这打球去了，是取经去了，我这打球去啊。哎呀，一到这都欢迎他。哎呦哎呦，我于老师来了。哎呦，还都认识。好，有外号。我叫什么呀？台球界的杜蕾斯。就说我打得准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台球界的杜蕾斯。别嚷了，别嚷了，别嚷了，来了。说错了。怎么？台球界的那叫戴维斯。啊，台球界的戴维斯，哎，对了，带着杜蕾斯来了。没带着，他没带着呀。说这干嘛？不让说。你没听说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不用说，他今儿没买。这没有啊。别提那个，哦，就叫台球界的戴维斯。哎，戴维斯，啊，对，来了，这是台球案子。是啊，于老师先宽衣。我打球宽什么衣？电视呢都看过哈。啊，小马甲一个个精神着呢。对呀，啊。哎，于老师来了，嗯，宽衣啊。嗯，呵。先把这皮帽子摘了，我还冬天去的，嗯，耳朵帽，好嘛，眼镜，哟，口罩，我说怎么叫杜蕾斯呢？嗯，假牙，我都射身体，我就别去了。大衣，嗯，气质卡全脱了啊，全脱了，脱干干净净的啊。好，蹬蹬自个儿的小裤衩，光着了我，热热。热也没有穿单小裤衩，你先凉快凉快，凉快啊，凉快上穿上裤子，穿上马甲，我这就得折腾一小时。看这案子，嗯，算这球，对，这得算。您按行家，怎么从哪儿到哪儿？这路线怎么走？怎么吃库？哎，趴在这儿啊，嗯，这么趴着，趴40分钟，我上这儿补觉来了，是怎么着？我这有人拿毛巾被给盖着，哎，对，省得肚脐眼着凉，嗯。一来钟头啊，这儿起了，哎，哎，还是补觉来了吗？这，啊，再见，走了，没打球，合着回去了，回去吧，因为到点了，干嘛呀？得回去游泳去了，你直接游泳去不好吗？嘿，老于家游泳有一号，喜欢游泳，那是从他爷爷那会儿，是的，他爷爷在水里边就跟那水里边那个动物似的。什么叫跟水里动物似的？就跟那生蚝似的。没听说，跟生蚝是像话。到水里嘟，对，沉下去了那不是。他爷爷好游泳啊，好水上运动。对，这是喜欢这个帆船跟潜水。没错，先帆船，嗯，然后不得不潜水。哎，好嘛，非潜不可。5天以后捞上来，嗯，栩栩如生。对，死了，啊，淹死了那是。没淹死，活了活了。怎么这火？反他们家游泳游的最好的是嫂夫人，她练过，她媳妇儿厉害，是专业运动员，没错，国家跳河队的，嗯，跳河队的，哎，跳水队的，经常出国比赛，是啊，那天英国哦，又奔美国了，是这两天接客，对，这一去接客那儿 就不游泳了是吗？怎么不游泳？废话，改接客了吗都？接客斯洛伐克，您说清楚了行不行？哎，他反哪儿都去。是吗？前些日子还参加那叫铁娘们三项运动。什么词儿啊这的，嗯，铁娘们三项很厉害啊。于老师也喜欢游泳。我也喜欢，但是北京游泳池都不欢迎他。凭什么不欢迎？他在水里边撒尿嘛。您瞧，您这不懂。怎么？您问问，都在里头撒尿。有人说化验过啊，游泳池那水里边含尿液挺多的，对，都尿，也不知是谁含了一口尝着含，没有啊，含的尿液不是谁含一口尝着啊，反正科学家检测说，啊，确实好多人就这个不应该，对啊，都有工作心，啊，但是你跟别人还是有区别，那为什么我有什么区别？你是仰泳，那就难怪。啊，游泳池有一鲸鱼，你这玩意儿，嗨，不用形容的那么细致了，看着多瘆得慌是吧？啊，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为什么要体育锻炼？嗯，目的就是身体好，锻炼。你看啊，我那实话实说，岁数不饶人。是我们小时候站台上说相声，仨钟头几个钟头，不值得累。当然年轻啊，现在时间长了，站那腰酸腿疼，可不嘛。他媳妇儿都说我媳妇儿说你什么？
你可不如原来了啊！谁说的这是？这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？这个高峰媳妇儿也说，是啊，孙越的媳妇儿也说，嚯、哦，好些个说相声媳妇儿都说我，好、哎，这人缘好，嗯，净交朋友了。您就这么交朋友啊？啊，就是为了有好身体，好说相声。哎，您这小的时候，先生就告诉我们了啊，不管底下坐多少人，嗯，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儿要送到观众耳朵里，让您听清楚。说话不轻，如钝刀杀人。而这句话怎么讲啊？说话啊，就如同要杀人似的、啊，刀一下来要快，嗯，没有痛苦。这刀子要是钝了，杀人太痛苦了。是钝了刀子杀人也是杀人呢。你看这抬杠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可以啊，比如说用钝刀子杀人啊，杀你好不好？你瞧我这茬儿找的，因为你没有办法，你要杀我，没人给你解释钝刀杀人了。你瞧，行，那你就杀我。举例子，对，例子，于老师被杀了，哦，得挑个好日子吧，是吧？哦，这还挑好日子呢，大年三十，我举国欢庆，嗯，嗯，包括海外华人吧，都算上，对，全庆祝，嗯嗯，普天同庆的日子，是是是，大年三十，嗯，这一天呢，还是于老师的生日，双喜临门，那是，嗯，而且今天你买这独栋别墅正式入住。乔迁之喜，你那个别墅7000多平米，嚯、哦，嗯，这是三件喜事、哦、啊。嫂子早晨出去买彩票，花3毛钱中了一个8000万，这好事都让我们家赶上了。嗯，你儿子在国外学的，大学吧，甭管是什么，毕业了，呵，今天回家来了，啊，就归国，哎，带来一个未婚妻，你瞧，这闺女她爸爸是世界首富，你瞧这好日子啊，全家人坐在一块吃饭。好啊，鸡鸭鱼肉摆齐了、嗯、于老师一筷子下去，嗯，从这鱼肚子里边夹出一大珍珠来，鱼肚子里有一珍珠，嗯，哎呦，哎呀，好事都到你头上了，这就没想到的事。这时候我来了，您到这儿来，你过生日啊，贺寿啊，这是，对吧？嗯嗯，谦哥生日快乐，谢谢您啊，嫂子好啊，哎呦，少爷回来了啊，啊，对，这是带回来媳妇是吧？哎，您认识认识，好闺女，好闺女，快坐着吧啊，嗯嗯嗯，那个我还给您带了个生日礼物，哟，您客气，什么礼物啊？给您买了一个印度三宝，啊，就印度三宝在哪儿？一会儿人家印度公司就送来了，哎呦，打那儿订的，叮咚，哎，门一响，谁呀、啊？开门一瞧，哦，站着一个印度的美女，这印度的美女是今年姑娘19岁，哦，公司派来给您送货的。送货员，19岁一个印度的闺女，你看那个身材，那个相貌，漂亮的都不行了。哎呀，额头这点了一朱砂红痣，哎，这是印度风情。捧着这个一个小箱子，哦，于老师生日快乐！这是印度的吗？这个代表哪们公司给你送来的？这是保定的呀，这是。这闺女是在保定上学，家教也是一保定人。好，这是不想进步了，嗯、这是。嗯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你看看你这个印度三宝呗。哎呀，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。打开箱子啊，里边是一个木桶。木桶怎么保啊？哎，印度小叶紫檀，这是一保，这算保吧？小叶紫檀。哎，桶外边抹了一层印度咖喱，咖喱抹桶外头了。哎，也是一保。哎，一掀这桶盖，里边是满满登登，就这么一桶印度神油。嗯，拎桶送。哎，于老师开心了。嗯，接过来，蹲蹲蹲蹲蹲蹲，我喝了，太糟践东西了，全喝了啊，喝饱了擦擦嘴。哦，一眼瞧见这印度女孩了。哦，我看你这儿点一红点儿。是啊，我一直看印度电影就纳闷儿，都点，我能摸摸你那红点儿吗？好奇心太强，还等数吗呀？哎呵，就等着你摸呢。嗯，于老师拿手一摸红点儿，嗯，这红点儿 K 掉了，掉了，里边有字儿，写着是特等奖，我这好事还没完呢，干哥，公司促销，哦哦哦，谁把这 K 掉了，谁就得特等奖。这特等奖是？就是这个女孩。怎么叫个女孩？以身相许了，就留在我们家了，就以后跟你过日子了。你这真没想到的事儿。哎呀，啊啊啊！有句老话形容您的心情啊，我是美得跟王八蛋似的。这叫什么老话？这叫？太开心了，开心就开心呗，高兴。嫂子不乐意了，
他是有想法，凭什么他来了就住咱们家呀？哦，这闹别扭。是我赶紧劝吧，劝劝吧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又敲门了。这回谁来了？官兵来了。官兵干嘛来了？杀你呀！我把这事儿忘了。对吧？嗯，合着那点好事一点没我事儿了。合着前面先铺垫一下，让你死的时候心情愉快。我都死了，我有什么愉快的？于老师您好，我们是官兵。哦，春节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是是是，中奖快乐，哎，都快乐，谢谢您，跟我们走吧。干嘛要去杀您？不是，凭什么杀我？没有原因，就是拿你解释什么叫钝刀杀人。你瞧我死在这字儿上了，你这玩意儿。于老师一听有理啊。什么叫有理啊？请。哦，哎，人家过来夸一摁于老师，哎，撅下来了，押走了。是，你是走了，我们这一大屋子人都傻了呀，这没想到的事。嗯，我就坐在这儿，我就呆了，发傻了。儿子跟儿媳妇坐对面，两口子也不说话了，没话了。你媳妇坐在我左边，也傻眼了。印度美女坐在我右边，刚进门。我们五口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嗯，心里边难过。是。您这是难过啊？谁也别乐出来啊！谁别乐出来？就不是滋味啊？是吗？难过。得了，您节哀呗。老半天的功夫了啊，还得说嫂子，怎么的？拿手一指自己的儿子，哦，哭什么哭？那是哭吗？啊，行了。哦。顾死的还得顾活的呢，你也大学毕业回来了，嗯，也带了媳妇儿了啊，对，一家人家了，端起杯来，干嘛？先敬你小妈一杯。哎，这就认了一个是吗？我就赶紧我说得了，哎呀，嗯，年三十包饺子吧，是吧？咱包饺子。这一家子人落你手里了是怎么着？你跟这儿主持工作来了，你这包饺子，你赶紧和面，你赶紧包葱就快去啊！你们缺心眼儿是怎么着？我都死。把醋倒出来，一会儿咱吃饺子啊！啊啊！完事扎点辣椒油。嚯！啊，再弄一碗咖喱。对，那还印度娘们呢，嗯，照顾照顾她。吃，快点！哎，饺子里边搁一个硬币啊！啊，还玩呢？看谁吃的谁有福。哦。哎，打开电视干嘛？年三十看看春晚。怎么？看看有没有好相声？不能有好相声了，我都死了，还有什么好相声啊？啊啊啊啊啊！啊我们就在全家难过的时候，一点都没看出来。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的菜市口，菜市口那是杀人的地方，杀头的地方。嗯，到这儿了，给于老师八个一丝不挂。我干嘛光着杀呀？你瞧，要杀头了还要脸干嘛呀？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呢，我。得了，脸跟命就一块都糟践得了。好家伙，我倒豁出去了。八一光屁股啊！啊，于老师还以为要打台球呢。别提这台球的事儿，全扒光了 啊！拿绳子给捆上，嗯，后背这插一招子。什么叫招子呀？看过电影电视剧都知道，嗯，白色的那带尖的呢，那叫招子。哦，是是，写着犯人的罪过。怎么写的？上写奸斩人犯一名，嗯，大流氓于谦。我说怎么光着呢？嗯，打脖子后边绳子扣插进去。是啊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呢？于老师大气。我说什么呢？本盲。什么叫本盲啊？大流氓吗？大流氓就自称本盲啊？那是在我们这儿都是本盲副新长，这都我们这。嗨，我这太有学问了。本盲，去你的吧！踹那儿了，一脚踩那，跪好了。哦，那你跪好了，谁让你撅那儿了？哎，很去了，谁让你踹我来了？怎么又撅呢？哎，对，我这习惯了是怎么？嗨。哎呀，这个臭流氓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就想撅着啊，啊，都收拾完了啊。嗯，天光大亮。哦，按时间来说，现在是大年初一了。我这折腾一宿啊，北京城这人就开始越来越多了。哦，因为北京每年春节期间，从初一这儿开始有庙会。啊，对，有庙会，那叫场店庙会，打清朝就有。老庙会，哎，这个庙会的入口就是从菜市口这儿进。哦，我杀人这地方，哎，就你撅着那个地儿，是庙会的入口。我撅门口了。外地得来个七八十万人，嚯，哦！北京也有二三十万人啊，反正百十来万人，哎呦，得打您这儿撅着这儿过去。你们卖票不卖啊？嗯，没办法，都从这儿过，不看也得从这儿看。
当然有那个好事的呀。是吗？有看三回的，有看两回的，都有。这玩意儿还上瘾啊！嚯，这是那于老师，是就他于谦商量、嗯。好家伙，真白呀、啊！你管着管不着你？怎么那么些事儿啊你？简短截说啊，就到了初七了。我这儿展七天呐，咱们得讲理。怎么了？因为北京的庙会是从初一到初六，那还有一天呢。工作人员们不得看看吗？我、哦、这还有优惠呢。我们忙活半天，我们不就为看看吗？对不对啊？你们这凑热闹，到最后都看完了，嗯、一直到初七的下午，嚯、哦、啊，跟大人回一声，咱们得杀了，啊，就这儿作为监斩官，还有监斩官，哎，监斩官啊，啊，专门有一官负责杀人的官，嚯，配个红斗篷，哎，红斗篷辟邪用的，讲究的，嗯，坐在这儿，嗯、哎，刽子手得过来了，是，启禀大人，时辰已到，对了，哎，大人一回头，说什么？整啊，整，削他呀，什么呀？弄死他呀！嚯，切细碎啊！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赶紧让他滚犊子啊！赶紧整啊！这打东北来的大人，这是刽子手拿大刀来了。哦，就这口鬼头刀，怎么着？肩宽背厚刃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毫。紫薇薇，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哆了哆嗦，颤颤巍巍，大刀举起来，怎么样？啊，哈，这就下去了。对，是不是吓一跳？谁跟你玩呢？哎。谁跟你玩了这？哎，尿了尿了！废话，哎，尿了，吓死了，这都尿了，这尿了吓死了，这就嗯，我还心嗨，我别砍了，我这吓死你手里了，嗯啊、手起刀落啊，早就该这样，人头落地啊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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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走了，人头过马路，还过马路，好，停了。干嘛？等红绿灯。嗨，我要这么规矩，至于杀头吗？我这个，嗯，绿灯了，啊、过去了。人头过马路，一转身还夸着刽子手呢。我说什么？好快的刀啊！嗨，我也太贱了，我这。这就叫杀人的刀要快。你瞧我费多大劲呢？就怕钝刀，钝刀不行，钝刀就坏了。您再说说，还是你啊？说可以，别的不说啊啊！大年三十过生日，什么你媳妇儿什么，那都不说了。印度妇女都不提了啊，你都带走吧。行了，好，都是我的啊。好了，嗯，就是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在一起，这不提了啊。这别提了，就说大年初七了，哎，就哎，游客们都散尽了啊，对 对，旅游团都走了，就不要。于老师也撅够了 啊，行了，嗯，哎，启禀大人，时辰已到，哎，对，大人一回头。整啊，削啊，弄死他！别客气。哎，这孙子还没退休呢。嗯，嗯，打刀举起来了，赶紧砍吧。这口刀打宋朝流传到现在，是一次都没磨过。嚯，因为磨刀得花两毛钱啊，上下好几千年，谁也舍不得花这两毛钱。哎呀，到现刀刃上都是锯齿啊，都成锯齿了。大刀举起来，哦，砰，在这扎脖子上了，扎上了。哎呀，也上不来，也下不去，难受。他横着推吧。啊。锯呀，连锯三天啊！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是饿死的！我去你！请您欣赏《福寿全》，表演者高峰、郭德纲。